我发现潇潇有个习惯，一害羞就摸脖子，特别是提到和王老师有关的问题的时候，那个表情、动作、状态，形容不出来的开心和害羞。特别是这一段，问他魏无羡这个角色有没有给生活带来一些什么变化，突如其来的害羞是怎么回事呀？是有。这个反应和天天向上那一次看见老王的歌单那个反应有什么区别？是只有在老王身边或者是提到和老王有关的事情的时候，你才能看到他这种表情，就像上次他提到小狗似的温暖的时候那个笑得牙不见眼那个样子。小狗似的温暖，狗似的温暖。比我小，比我小大概6岁吧。会收到一些喜欢的人的一些告白吧。